很多人在做辣椒酱的时候都是直接在辣椒上泼热油，其实那样做出来的不好保存，还容易变味。今天我就把从丈母娘那儿偷学的秘制辣椒酱方法分享给你。首先把辣椒改一下刀，切成我这样的颗粒状，锅中烧油，放入洋葱、大料和香菜，炸至微微焦黄，捞出料渣，接着倒入蒜末，小火慢慢熬出香味，再倒入姜末继续慢熬，接着加入切碎的辣椒，小火慢慢的炒。我每天都分享做菜的小技巧，简单又实用，你就留个关注吧，下次想吃还能找到我。记住一定要炒干辣椒的水分，这才是辣椒酱可以久存的关键。最后加适量黄豆酱、辣椒面，继续慢炒，来点灵魂拌料的熟芝麻和花生碎，搅拌均匀，调味只需要盐、白糖、鸡精和蚝油，最后出锅时放少许高度白酒，防止变质，翻炒均匀即可。这样做的辣椒酱放一年都不会坏，不管是拌饭、拌面还是夹馍，都非常的好吃。